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神州大地星火风起。汉口珞珈山间，一条长百余米的老巷，与党的八七会议旧址所在的鄱阳街紧密相连。街道两边清一色红色砖房，朴素淡雅，而不失当年高级住宅区的气质。被时间剥蚀的老建筑，诉说着光阴的故事，见证着大武汉的风云兴衰。据史料记载，清末汉口这里是俄租界的一块空地，后来改为球场。民国初年，这里建房后便有了路，路间辟有花园，园内有石碑刻珞珈二字，故得名珞珈碑路，后演变为珞珈山街。1927年，武汉阴云密布，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化名赵先生，住进了汉口俄租界珞珈碑路12号。为了工作需要，罗亦农和担任秘书的武汉人李哲石办为夫妻。平日里楼上大家开会，李哲石就在楼下守着，万一来了陌生人，就以女主人的身份周旋。为防不测，开会时会议桌上通常会摆一副麻将牌做掩护。汉口珞珈碑路12号，当时呢，这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的秘密地点，是我党领导湖北地区秋收暴露的指挥中心。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8月12日，新的党中央就发出第一号通告。8月19日又发出第二号通告，反复查明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体党员。党的八七会议一结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就分批召集在武汉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以鄂南为中心，鄂中鄂西积极配合，发动全省总暴动，并在鄂南农民暴动期湖北秋收暴动计划。那时年仅25岁，刚入党不久的罗荣桓还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1年级的学生，在接到湖北省委分配他到通城县开展农运工作的通知后，他服从党组织安排，毅然放弃了当工程师的理想。临行前，罗荣桓坐在教室的书桌前，给家里写了2封信，
已奉献给父母，让他们再不要给他写信，因为今后行踪不定，生死未卜，希望父兄能帮忙照顾从前包办婚姻局的妻子严月娥和小女儿的生活。另一封信写给妻子严月娥，信中写道：为了革命，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希望你改嫁，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你自己做主。我父亲呢，他接受党组织委派，让他去参加桐城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要重申革命事业了，家他顾不上了。在天塌地陷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奔向革命，他们将自己化作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穿过黑暗，走出都市，奔向莽原。幕阜山绵延800里，横亘在湘鄂赣三省边陲。1927年夏秋之交，层林尽染的幕阜山西路，燃起湖北秋收起义最初的星火。八七会议结束仅一个星期，共产党员原重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就率领重阳数百名农军，与农协紧密配合进占县城。暴动农军很快受到国民党第13军围剿，为摆脱敌人，叶重开率部离开重阳，转移到通城西门罗家铺，与通城农军会合，商议通过暴动夺取通城县城。8月20日清晨，叶重开带领十几名卫兵，押着由农民自卫军乔装的犯人，骗取县城守门团丁的信任，冲进城内，与守候在城外罗荣桓指挥的农军配合，直捣县衙，缴获民团枪支1000余支，子弹几十弹。当天下午，通城县政府门前操场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罗荣桓和共产党员原通城县长王武阳主持召开通城农民暴动胜利大会，会上党代表罗荣桓宣布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一块通城县劳农政府的崭新木牌挂上县府大门。在通城的重阳农民军，后来由罗荣桓带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的秀旗，当时也有一支部队在通山还在那里坚持了一个多月的这样一个革命斗争，而且成立了地方的革命政府，这也是很难得的。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听取湖北湖南两省报告后，进一步作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明确规定湖北湖南起义时间统一定于9月10日。起义部队在乡村称农民革命军，在城市称工人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起义成功后，立即组织临时革命政府。随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赶到蒲圻，
在莲花塘村这座普通的民宅里召开鄂南六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在十天之内举行六县联合暴动。9月8日，会议还没结束，中共鄂南特委接到交通员送来的密信，得知当晚有一列火车由武昌开往长沙，车内装有一批武器及军饷。中共鄂南特委当即决定先行劫车，为暴动准备军费。当天深夜，一列火车徐徐进入胡旗中火铺车站。中共鄂南特委委员黄志光率领全副武装的农军战士，假借国民党军之名登上列车检查，并鸣枪警告押运军火的国民党官兵。埋伏在铁路两旁的农民自卫军听到枪声、旗声呐喊，潮水般涌入车厢。这是袭击缴获了敌人快枪16支、子弹5大响和1批响银。第二天，通城、重阳、嘉峪、普吉等县同时举行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达5万人以上。后来，这次暴动被反动派残酷镇压下去了，但为以后鄂豫皖、湘鄂西等红色割据打下了基础。鄂南地区的七次暴动，它属于八九一所决定的全国的七次起义的一部分，它可以说是个前奏曲。湖北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报告产生于1927年10月，它以详实的文字真实地再现了1927年波澜壮阔的湖北革命历史。报告显示，湖北秋收起义遍及全省40余县，共约20万群众参加。武装农民先后攻占重阳、通城、通山、公安、大冶、黄梅、闵阳等7座县城，并在鄂中、鄂西、鄂北牢固控制几块红色区域。192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年仅26岁。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实际上在8月初他就写了一个叫湘南运动的大纲，大纲里面就提到了以湘南为中心举行暴动，跟他后来在井冈山的发展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8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与会者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8月19号，湖南省委将这个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报告中央。第二天呢，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他在这个中央的信中讲，他说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了军阀的旗帜了，打不得，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所以他说他在湖北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感觉还不太明显。到了湖南，经过这一看以后啊，他断然的决定，国民党的旗帜从此真的打不得了，再打就必定要失败，一定要打人民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旗帜。然而，共产党打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呢？后来，研究设计新军旗的任务，就交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的参谋何成功，还有陈树华、杨立三等人来完成。何成功的儿子何光业早年听父亲讲过当时的情况。在中间呢，我父亲画了一个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工人跟农民呢，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呢。又想到用镰刀来代表农民，用斧头或锤头来代表工人阶级。在五角星中间安排了镰刀和斧头。这个构思完成以后，在旗杆的左侧的旗库当中写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这里珍藏着一面红色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历经岁月的洗礼，旗帜略显褪色，但依然清晰夺目。它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的庄严宣告。收到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毛泽东的信后，8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第二天，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原则上同意湖南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但又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现在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已经达到了统一的这么一种正确的认识。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等7个县镇起义。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军进攻长沙。在湘赣边界存在3支革命武装，1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支部队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唯一1支正规部队，1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者农民自卫军，还有1支就是安源路况的工人武装。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在湘赣边境的江西修水3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1个师，警卫团呢为第1团驻修水，浏阳的工农义勇队为第3团驻铜鼓，而平江工农义勇队则分别补入这2个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和一些农民自卫军等呢，他们合编为第2团驻在安源。这几支部队呢，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江西省萍乡市安源镇东面的张家湾村，
静静地矗立着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一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的牌子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秋收暴动。会议计划在当地农民起义军配合下，第一团打平江，第二团打平乡李陵，第三团打浏阳，各路得手后分三路一起向长沙推进，夺取长沙。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响彻山谷，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面对工农武装革命的巨大风暴，毛泽东激情难抑，挥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统一代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进军途中，起义军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抵抗，三个团进攻先后失利，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中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秋收起义是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决议发动的，但是秋收起义开始制定的计划是攻取长沙，这个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呢，秋收起义开始遭受了挫折。三个团起来暴动，总数不过5000人，国民党派了20000人来镇压，那很快呢，大部分部队被镇压，而且当时大家痛感到一个问题，就是广大群众没有能够起来支援部队。为什么？就是这个各地的党组织、各地的农会都被打散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很快发生变化。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改变8月23日给中共湖南省委复信中的一些观点，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秋收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旗子的主张。27年，那么这次认识上的转变，当然这包括了其中一系列的转变。你比如说，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是吧？认识到领导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个实际上呢，这一系列转变，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成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次转变。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需要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会导致全军覆没。夜幕沉沉，灯光摇曳，
秋收起义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毛泽东的主张遭到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的强烈反对。余洒度，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武昌，一年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余洒度对革命逐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最后叛变投敌。当晚的会议上，余洒度口气强硬地表示，取浏阳直攻长沙是中共中央的主张，不能随便更改。当时在秋收起义部队中，像余洒度这样的反对者还有很多，但是也有部分人始终支持毛泽东。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就是其中之一。卢德铭生于四川宜宾，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团参谋长。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委派担任团长。当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秋收起义军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失，5000多人减少到1500多人。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当前力量还行，还不能去攻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虽然是一种战略撤退，但是这次会议呢，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江西省永新县西南角，这个满目葱茏的僻静山村，因著名的三湾改编而闻名。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村头这间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是画家徐宝忠、李泽浩与上世纪70年代根据当时三湾村老人们描述的场景绘制了一幅油画。画上毛泽东就是站在这棵枫树下，宣布了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数已经不足1000人了，而且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上作战失利，整个部队呢，当时就弥漫着一股非常消极消沉的情绪。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就是秋收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汪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改编完成的队伍离开三湾村，在协盛和杂货铺的柜台上留下了一本毛泽东几天以来一直在看的《水浒传》。他即将去会见井冈山上的绿林朋友。500里井冈，山山相连，层峦叠嶂，如一条璀璨的玉带缠绕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此时的井冈山地区被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占据，这两支队伍各有150-160人、60条枪。袁文才、王佐曾经受大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临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以江所部改为遂犬县农民自卫军。王佐的队伍在井冈山中心区域慈平，袁文才的队伍主要在井冈山北路毛坪，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王二人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古城会议做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决定。不久之后，毛泽东就会见了袁文才，而且向袁赠送了100支枪，袁也是投桃报李，向工农革命军回赠了几百块银元，又为工农革命军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妥善地安置了伤病员。经过袁文才的介绍，工农革命军又和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随后按照古城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兵分两路出发，沿湘赣边境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改造工作，经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在他们的部队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后来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打不下长沙，马上就调转枪头，把起义军引向了井冈山，在这里开辟了我们党的第一个根据地，实现了共同武装割据。后来以此为开端，慢慢就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时的武汉革命力量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早在1927年9月上旬，两湖秋收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迁移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代行中央职权，管辖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七省工作，并于10月1日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任务的决议案。中共中央迁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形势已经非常恶化了，就是白色恐怖越来越浓重，不存在作为革命中心的条件了。是上海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些地方呢便于隐蔽，他在那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机关陆续向上海迁移。9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名常委分批离开武汉的日期。10月初，中央秘书长李维汉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最后一个离开武汉。至此，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全部秘密迁往上海。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工农运动日趋活跃。10月中旬，广州市海员举行罢工，20000多名工人举着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共产党人蓄势待发，预备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早在8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87会议精神，决定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王平和陈全等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人到职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的工作。1927年9月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做出了夺取广州的部署，并多次致函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作出指示。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广东的形势，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草拟的中共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当时发生了军阀纷争，这就为我们党当时在这个地区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广东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趁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张太雷任总指挥。随后，张太雷将起义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晚。正在这时，秘密掩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发现，第4军教导团的反动分子闻讯告密。工人就做一些土枪土炮这种放到那个大米里边，在运输的途中袋子这个麻袋装的掉下来了，就是被报纸给报道出来了。起义就是说已经准备到这个时候，所以不得不提前爆发。在此紧急关头，张太雷决定提前起义。12月11日凌晨，一辆卡车停在了第4军教导团驻地。张太雷一听，跳下卡车，
广州起义誓师大会正式举行。第四军调讨团的官兵纷纷摘下国民党的徽章，将象征着革命的红色领带系在脖子上。3:30，随着三声炮响，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来自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的学校第六期的学员组成的，这个教导团有1300多人，其中200-300人都是中共党团员，也是党掌握下的部队。在第四军参谋长易经营的暗中保护下，这支部队的建制始终得以保留，他们历尽艰辛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张太雷、叶挺的指挥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与广州工人赤卫队及部分农民武装共5000余人，兵分三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坚固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攻破，青天白日旗被抛下，起义军红旗在办公楼里迎风飘扬。起义当天，在广州市公安局门楼上悬挂起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就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发奎所部3个师及其在市区的残部向起义军反扑。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身中3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悲痛万分，写下《悼张太雷同志》，评价他是中国革命最好的领袖。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使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止渊泉。张太雷牺牲后，国民党以数10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疯狂反攻。经过3天浴血奋战，起义军弹尽援绝，忍痛撤退，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的英勇反击。广州起义的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无数先烈倒在了寻找革命方向的道路上，然而他们高举的旗帜并没有倒下，起义保留的红色火种播撒向全国。一时间，广袤的神州大地，革命烽火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失败，但是也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共在武汉召开了武大，同时又决定了南昌起义，又召开了8期会议，那些呢党的历史由大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对我们党的百年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筹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特别强调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重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的保护利用，就是因为这里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见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探路岁月。武汉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城市，这段历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天塌地陷之际做出顶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